那么呢，后来当时他就说，就说自己呢，这个没有办法来外现这个贤善精进之相，啊，为什么呢？因为呢，他透过这个禅修呢，他看到自己呢内怀的虚假，啊，都是虚假不实。那么有的只是贪嗔，啊，有的只是邪伪，有的只是奸诈，啊，奸诈百端呐、啊。那么恶性难清呐、啊，啊，是同蛇蝎，心呢比那个蛇蝎呢还要毒啊，还要狠啊，啊。那么这样的心，啊，这样贪嗔痴具足的自己呢，即使起了这个善业呢，这个都没有办法呢，这个名为这个修行的，而是什么呢？杂毒之善。啊，就说用这样的贪嗔痴的心，即使你做了自己做了什么样的善，那都不名为真正的善，都是叫为杂毒之善的、啊。所以呢，又名为虚假之行。这是善导大师说自己啊，所以他这样的呢，不能叫做真实的业啊。那么呢，像自己这样子没有办法，就是自己的所作所为都是杂毒之善、虚假之行。那么用这样的心，用这样的身口意，用这样的三业呢，去进行呢，安心起行呢，即使呢修了一百年呢，也是呢这个，纵使呢苦力身心日夜十二时，即走即坐，如那个自头染哈、啊，他这个呢重名杂毒之善呢，即使呢用这样子的，就是身口意三业呢。去修一百年也所做的也只是杂毒之善啊，想要用这样的杂毒之善回向去，就是说回这个杂毒之行呢，求生比佛净土呢，此地不可也呀、啊。就是说用自己的这个充满这个贪嗔痴这样的身口意啊，所做的这个行呢，啊，要去回向要去往生净土，这是万万不可以的啦。好，那么啊。藏老大师呢，把他这样的心境，哈、哦，这里是用语言文字表达出来。那么呢，这个内容，我们挂在后面这个二合白道图，这个就是自己的内心的显象，这个佛和。所以呢，因为我们众生是这么样的存在呢，所以呢，藏老大师他就说呢，这个如果不是弥陀慈悲，哈、哦，就说来呼唤我们的话呢。我们是万万没有办法去得到净土的啦。那么弥陀的声音，什么样的声音呢？挂在那里，汝一心正念直来，我能护汝众不畏堕于水火之难。这个是阿弥陀佛的声音，啊，就是阿弥陀佛他不断的呼唤我们，不断的要来这个救助我们。唯有靠这个阿弥陀佛的本愿力呀、啊，我们才能够被阿弥陀佛救到净土去。如果是要靠自力，靠自己的力量想要。垂死杂毒之喜呢，想要求生彼国净土的话，那是万万不可以的啦。ですから、簡単にな、どうしたら馬になれますかというような、そんな優しいものとは違う。そう言って、そのお釈迦様のように御座禅することを、ね、決して嫌っておられるんじゃないんでしょう。禅宗さんも、座禅もされてもされて、お念仏も一日に6万遍、7万遍の念仏をやれと増進してくれやした、うん、そしてこの目を開けていろんな心を満たすようなところは見ないと。だからなかなか女の人にも面会されない。そのくらい自分の身を慎んで、そして座禅しとってやってこられたんですけども、何もやってもやっても自分の心はこればっかりだと。那么呢，就是说，所以老师就是说，要我们透过善导大师的法语，要就是我们要明白呢，凡夫要无我是很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说这个本愿法门的人。不要再有这种心说要怎么样才能无我，因为这个问等于是白问啊。那么呢，老师就那个又跟我们说了，善导大师呢，就是说他是一位非常精进念佛的人之外，本身他也是一位禅修。你看他打坐呢，他可以入地
定啊，去看面见阿弥陀佛，看到阿弥陀佛的净土了。那么他不只是这个样子，他还持戒非常严谨，他没有抬过眼睛看，这没有抬过眼睛去看过女众。啊，那么即使他这样，就说这样自我要求非常严谨啊，啊，这么精进啊，在念佛的人，他会看到自己的心啊，都是充满贪嗔邪恶。所以老师又说，可见要无我是如何的困难的。ですからその伝道大師の教えを受けられた日本の浄土宗の階層、この前皆さんと一緒に比叡山の黒谷へ参りましたけどね、法然上人という方は、座禅からみんなやられたんですよ。けれども、子供とくそれが落第されてこれだと、はい、私の心はこれだと、一歩も進まないと。それでこの法然上人の弟子の真宗の解散さんは20年座禅もし念仏もしてやり通して苦しまれたけれども、何をしても教えてくださいと言って、観音さんに祈られて100日祈られて、そしてその間にこの法然上人のところへ行けというお告げが出て、初めて法然上人のお弟子になって、この教えを聞いて、で無駄仏に帰依される。そのくらい一生懸命になってやったら、自分の心が、どのくらいのものかということが少し分かってくる、そして分かってくるということは、実はそれは阿弥陀の名前。
れ無量光において大摂取となってボロボロの貧乏をこれも都合と支配するというこの阿弥陀仏の本願に初めて現れて、阿弥陀仏の本願はこれなんです。こういうものを阿弥陀仏は子供と知っておられる。だからこういうものを私は引き受けるのよと。お前方なんぼ十分でだねんしてお釈迦様のような生き方をしようとしたってできる、そんなものができるかと、できないものばっかりじゃ、まあ、善道さんの中でも早いもんはできないで落第してしまいなかった。そしたら我々がそんなねどうやるのかなって真似すらできない。そういうお前たちを私の無料法において大摂取となって、それを進むんだ。これが阿弥陀仏の本願なんです。だから自分は無我になっていこうと、無我になれませんというところまでとことん落ち切った時に初めて阿弥陀仏の大きな無我の心に包まれてしまう。そして阿弥陀仏、阿弥陀一物に否定する、そういう心が開いてくるわけです。誰がいけないんでない、自分がついていけない。那么老师就说呢，在这里我们大家要明白一点，就是说呢，我们不是我们净土真宗不是排斥禅修，不是排斥坐禅，而是身为凡夫的我们没有办法透过坐禅达到无我的境界。好，这个是要分清楚的，这个观念问题很重要哈。那么呢，老师就说呢，这个不只是善导大师如实感受到自己没有办法无我的，好。是善导大师之后啊，日本中的日本国的啊，净土宗的开创者法然上人，现在已经擦掉了啊。他15岁上比睿山啊修行，一直到43岁，他才的看到这个善导大师的法语，才这个回心转意啊。那么呢，他就是说28年在比睿山上他修行啊，他看到就是说他看到原来自己的心呢、啊、是贪嗔痴具足的、啊、这个烦恼具足的，所以呢他开始起烦恼了，一直到43岁呢遇到这个阿弥陀的本愿呢，他才就说呢心才安定下来了。所以呢就说像他们这样的大修行人呢，就是说越精进修行呢，他越能够看到自己的心是虚假不实的、啊、要无我很难。那么不只是法然上人如此而已啊，这个净土真宗的开山祖师青蓝圣人啊，他在比睿山修行了20年啊，那么呢，他就说在那么严寒的地方啊，就说修行20年，他发现自己的心是越修呢，发现自己也是贪嗔痴具足，也是烦恼具足啊，所以呢。不晓得该怎么办呢、啊、因为每个旁边的周遭的人都是这样子在做的，可是他发现自己做不到啊，该怎么办呢、啊、在就是说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他就拜观世音菩萨、啊、那么呢他到这个进，就是说你们这次有到那个4月份有到日本来朝圣的大家啊，你们就去过了六角堂，他从比睿山上到那边100天，每天去拜观世音菩萨，求观世音菩萨给他指引一条路这样子。结果呢，到第有15天的时候呢，观世音菩萨给他明现，指示他到吉水去找法然上人。好，那么他到吉水去遇到法然上人呢，他才遇到这个本愿念佛法门呢，他的心才找到安落啊，才找到着落了。所以呢，那个
那么那个时候他遇到法轮上人，他还知道说法轮上那个阿弥陀佛是什么样的存在呢？啊，因为在那之前他还因为天台宗他们也有念佛的啦，啊，可是他们的念佛不是本愿念佛的，一直到遇到法轮上人的念佛，他才知道说阿弥陀佛是什么样的存在呢？啊，又活于无量劫，啊，不为大士族，土系诸贫苦，誓不成正觉了。就说阿弥陀佛呢，他是要普济诸贫苦的，他是因为要普济诸贫苦的大师主啊，他是就是说众生我们还没有求他来救之前，阿弥陀佛已经伸出慈悲的双手来接引我们的了。那么就是遇到了法轮上人的教法，他才开始就是说才心眼才开，原来阿弥陀的本愿是这么慈悲的法门啊。那么因为在那之前呢，我们一般的佛教都是要就说禅宗也好啦，你都是要证到那无我的境界，你才是真正的开悟嘛。可是我们凡夫再怎么做还是有我啊。所以呢就说我们来学这个本愿法门的，这里老师刚才最后讲到这个心态很重要，就是说我们来这个学本愿法门的人呢，不要想到要无我，因为我们根本不可能无我，而是你真的听到阿弥陀佛的声音的人，是原自己没有办法，就是没有办法无我，不可能无我的我，你在这里知道这个事实的时候，你得到这个就是说你心早安定下来啊。因为你不就是你没有焦虑，为什么？因为我就是没有办法无我，才阿弥陀佛才为我发下这个本愿呢。老师说这里是很重要的地方，这样听得懂吗？嗯。だから本願念仏はこういう我々を、ね、我々に対して第一世となってそれをするぞよと、こういう。だからこういう我々ということに気がつかない人は、まあ気がつくまで座禅もしなさったらよろしいわ。よろしいけども、上手に工事をすることは不可ですから、無我になれない限り何も座禅したってね、本当の悟りには入れない。だから苦しい最後は一生の終わりに後悔だけが残るんです。だからそれがもうあの中国の高僧方でもね、しまったと、私の生き方が間違っとったって言われたのが願成一心、ね、願成一心の話も。所以呢，那个老师他还是就是在重复刚才所讲的话呢，啊，我们啊念佛，我们要知道阿弥陀佛是什么样的存在，啊，阿弥陀佛他是发愿要普济诸贫苦的大施主的，啊，他呢这个就是本愿，本愿就是为了济度我们，就是救济我们这个所贫苦的众生而来的呢，啊，所以当自己就是发现啊自己没有办法。就是说没有办法达到这个无我，没有办法无我啦，一样还是凡夫啦，还是贪嗔痴很重啦、啊、看到自己的真那个实相之后呢，就是不要担心阿弥陀佛不来救我们啦、啊、因为这样的要是贪嗔具足的众生，正是那个阿弥陀佛要救度的最对象啦、啊、这是很重要的啦。那么老师就说呢，因为每个人的根气不一样啊，有的人呢他就不死这么就是说不死心啊，他认为自己呢可以呢就是说透过这个坐禅呢达到这个就是说就是他可以做这个坐禅的修行啊，啊达到这无我的境界啊。那么老师就说，如果你对自己有这方面的自信的话，您去试试看没有关系啊。那么老师就说呢，
主在我们前面给我们看呢，我们有那个有位祖师呢，叫做圆照律师。啊，这个圆照律师呢，他一生呢，他就是说非他不止非常的精进修行，而且还是持戒非常严谨的一位，所以他的法号叫那个圆照律师。那么在他就是说精进修行的时候呢，他就是大病一场。那么当他人没有生病的时候呢，自己有多少能耐呢？不知道，因为往往会被自己的妄念呢所欺骗呢。那么当他大病一场，他发现到说他所有的用功，他平常所有的修行都不帮不上他那个往生的，都没有办法，他都没有办法助他去往生净土，因为他看到自己无始以来的习性。无始以来的业障都现出来了，所以他就留下一句法语的啊，这个眼光将落。我没有，老师以前有讲过啊，这里写一下啊。光将落，前程温和。此之生平错用心。像他们这样的大德呢，就是说，当他这个大病一场的时候，直接面对死亡的时候，他才发现啊，这个眼光降落就是表示要闭眼了啦。前程温，他发现自己不知要何去何从，因为呢，因为概念救不了自己呀。那么呢，此之生平错用心，那个时候他才知道说原来走错路了。所以这个老师就说呢，知道自己有多少能耐，这个是很重要的啦。啊，先生。本気でやった人にはどうしてもいけない、どうしてもいけないが、どうしても行きたい。人間の心の底にはですね、本当のものをどうしても求める心が上がってくるんです。だから死にかけたら死にたくない、行きたいとこうなるんですよ。死に直面したら生きたい生きたいが分かるんです。だから皆さんね、お尋ねしますけどね、あんたら普段生きたいと思っておられるかどうかっていうことです。本当に生きたいという心が本当にどこまであるかっていうことです。自分はもう死なんだならんと、もう生きられんと、もうお医者さんがこううまく持ってももうダメですと言われたら、その時に行きたいが出てくるんですよ。那么呢，老师就说呢，在我们这个人心，我们的内心那个心的深层之处呢，我们有一种就是说平常我们都没有发现到的那种潜的那个欲望啊，那是什么样的欲求呢？就说呢，明知不可为啊，但是我们却想要去为之啊。那么老师就说呢，就举一个例子啦，就我们现在老师他就说是问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啦，你们这个有想过我要活下去吗？平常我们都不会有这种念头，为什么？因为我们都很健康。可是呢，面对死亡的人呢，哪怕他就是说只受到那个皮包骨了，就是说。哪怕他只是剩下奄奄一息的，他不要死的，我要活下去。就是面对死的人，他那种要活下去的那种意念相当的强。即使他就说，一直就说，就是剩下皮包骨了，就说你要医生给他抢救，他也不会说啊，我已经活到这样子够了，就不要再呼吸了，不会。
他，对，所以老师就说，我们那个我们那种内心生那种对生的那种执着有没有很强？但是我们平常都感受不到，只有在面对死亡的时候，那种要欲生呐、想要活下去的那种心呐、我们才会看到原来自己对生的欲求这么强。本当のものというものは、真実というものは、容易にですね、容易に手に入るものじゃないんです。容易に見つかるものじゃないんです。もうダメだと、もう何もかも皆、世の中真っ暗になってしまったら、もう生きてられない、もう自分の命がもう終わるというのになって、初めて、こんなはずやなかった、しまった、私は失敗したって言って、本当のものが欲しいって言って、こうなってくるんです。老师说呢，我们人呐、真正想要什么东西呢，自己都不晓得。就是说，因为就说很多人呢，他一辈子追求，一般我们人一般追求的就是金钱、名利、地位嘛，还有就是眷属啦。可是当他那个一口气过来的时候，他发现原来这些呢都不是他最爱的，他最爱的是想要活下去。可是那个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啦。つまらんものばっかりをな、追いかけていると。こういうのを施したもうところ、主をなす。あんた方何が欲しいですか、本当に欲しいっていうものを、初めからわからない。つまらんものばっかりを欲しがっているし。ここで死にかけになって初めて、こんなはずやなかったと。それを元気な間に阿弥陀仏から与えてくださる阿弥陀仏からね、あんなものを本当に欲しいものじゃなかったと言って後悔するけど、もうその時は遅いです。那么老师写在这里呢，凡所思呢，这个为去求呢，这就是说呢，因为我们凡夫呢，不明白我们真的要的是什么，不明白我们这个去求的是什么呢？那么呢，佛呢，他所有他的所要给我们东西，就是我们众生想要的。就是我们真众生真的想要的东西，佛才会给我们的、所以呢，这个才说呢，这个阿弥陀佛的本愿的法门是什么呢？能回向法，而这个是来自于哪里？来自大悲心。那么佛的大悲心的所成就的呢，就是南无阿弥陀佛。ですから。何が欲しいかという、何が一番いいものか、何が欲しいのか、これを今から毎日考えるんです。那么呢，老师刚才有讲到说呢，就是说我们众生呢，因为呢不明白自己真正去求的是什么呢，所以呢我们一般都以为我们要的男孩子的话就希望找个女朋友啦，娶个好老婆啦，生个好儿子好孩子啦，那个女孩子的话希望有找个好先生啦，交个好的男朋友啦，也是生个好孩子啦，一般我们所追求的呢都是这个外在的东西啦。那么老师就现在在问我们大家啦，就是说自己真的要的东西是什么呢？
それを真の欲求、永遠の欲求ですよ。老师说呢，现在老师写在问大家，就说呢，我真的想要的，真的欲求，永远的欲求，不是说遇到那个因缘就会改变的，不是哦，就是不管遇到什么都不会改变的那种欲求。那么老师现在就问我们啦，啊，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呢？是钱财吗？啊，是家族吗？家人吗？啊，是友人吗？啊，还是有啊。しかしこんなものをこれ見な、マスコミも書いてあるでしょ。ああもうどうしよう。幻的に損壊ます。那么老师说呢，啊，就是说问我们大家啦，啊，真的欲求是什么呢？啊，写在这里就是。啊，这是代表的啊，当然还有其他的啦。那么呢，老师又说呢，这个都是一时我们想要的东西而已，它不是永久我们想要的啦。所以呢，这个经典里面说这些呢，都是梦，如梦幻泡影。那么现在老师现在写的这个法语呢，就是《金刚经》里面的话。神なるのに稲妻のようなもんだと、これを、早く見定めよう。そしてこんなものではない、こんなものではないところの、こんなものではないところの真の欲求は何か。これを話さない、これを探すことから、やがて、神田仏が与えられる、お前のために、18番を立てたんだと。ガーボン調整官、日清無常と、のですね、ラオ無用公風に大成集合最小限もと。これが、お前が一番欲しがっているものはこれやと。こういうところに初めて心が開くんです。そしたら、もうこんなものは皆夢だとなってくるんです。それが仏法なんです。那么呢，这个《金刚经》里面呢，他跟我们讲呢，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呢，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呢。这有为法呢，就是我们就是有生灭的啊，就是一般我们呢所追求的东西都是有为法的。那么呢，写在这里的啦，啊，这个都是有为法的。那么只要是有为法的话呢，它都是像梦一样，像幻一样，像泡沫一样，像影子一样，还是像这个露水一样，露珠一样，还是像这个我们说的闪电一样，都是刹那，就是那个时候不是永久的。所以老师又说呢，这个都不是我们真的欲求啊。那么唯就是说，我们真的欲求呢，就是它不是梦幻泡影的东西，而是永久的，是无量寿的呢。那么真的无量寿的法，就是只有什么呢？就是只有南无阿弥陀佛。谢谢。この南無阿弥陀佛大悲心というのは、これは同時に。
くして目先の、ね、化粧したり鏡見て化粧ばっかりしてちょっと綺麗なものを着てそんなことしてたらみんな夢やねんだ。那么呢，老师说呢，这个大悲心呢，佛心也好，这个佛法也好呢，它都是永远的生命的，它都是不死命的。所以老师说呢，有智慧的人就知道，应该要追求的是这个，而不是呢，把自己就是追求长得漂亮一点呐、还是就说自己苗条一点呐、老师说这些呢，都是梦幻泡影的东西了。人生はこれを追い回してこれを追求してしまうことはないな。これを追求する追求の一生そやから夢を追うてるんですよ、幻を追うてるんですよ、そんなものを追求してるんですよ、そんなものを何も追求したって何もならない、それがわからない。那么呢，反过来说呢，因为我们凡夫呢，智慧不够了，我们不知道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是那个虚假的东西啦，所以呢，为什么我们的人生会充满苦恼呢？因为我们呢，用我们的一生啊，在追求这些梦幻泡影的东西，所以呢，才会苦恼啊，才会不断的苦苦恼。我呢，真的要拼哦。農業校の子大輝名前を出すというものは無名と違うんですよ。知恵ですから一人で言ったら苦しいよと
これは孤独なんです。孤独やから苦しいわ、寂しいわ。一人やったら寂しいわ、ね。だけど大きな後ろ盾の阿弥陀仏がついておいてくださる。だから私のとこ行きなさいよ、私がついておりますよ、早く目を開けなさいよと言ってくれるのが南無阿弥陀仏の、お念仏の世界です。本願の妙法の世界、十世名称文字法の世界です。那么呢，老师说呢，这个大灯具呢，这个呢也就是光明，那么呢，这个光明呢就是佛智啦，就是佛的智慧，就是真智啦，而这个也就是南无阿弥陀佛，同时也是阿弥陀佛啦，那么呢，不同于这个的呢，就是无明的我们呢，这个世界我们是什么样的存在呢？在这里的存在是什么？是孤独的，是寂寞的存在。那么为什么是孤独呢？因为呢，我们呢局限在这个活在这种我执的世界、自我为中心的这个世界里面呢，所以我们孤独不安呢。那么佛呢，他大灯具呢，因为佛智呢，他是呢自利利他二利圆满的存在的，所以呢，他能够为我们的依靠啊。だから私たちと私と同じ私たちの心と同じ境地をもろに出してそしてこっちへおいでこっちへおいでって言うて引っ張ってくれるあの七高僧みたいなああいうお方の教えを聞くのが一番賢いね。对啊，说呢，身边的人最聪明呢。因为我们没有智慧，我们不晓得我们该走的路是什么样的路呢？那么聪明的人，他就会呢，去跟着那个伟大的人物，跟着后面走都没有错的。所以在我们左手边有七位高祖，七高僧呢，我们就是说在我们不晓得要走什么路的时候，我们就看七高祖，这他们都是七位那个高僧大德了，跟着他们走就没有错了。ああいうお方の方がずっと偉いお方や、あれみんな仏様の本家の方です。因为呢这个七高祖呢他们虽然是现这个凡夫相给我们看呢，但他们不是普通的凡夫呢，他们都是佛的再来人呢。だから自分はこんな頭で考えてたらダメ。所以老师说呢，因为我们都是妄念的存在啦，用自己的妄念，用自己的脑袋瓜来去想啊，想这想那，那都是不管用的啦。何を言うとるんや、まだそんなこと言うとるんかって言って悲しまれるだけの。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呢，就是只有跟着祖师们走，那就错不了的。だから高僧方は高僧方。お病をして私よりは偉いお方やから偉いお方の言うことを聞かないと。そうです。对老师说我们身为佛教徒的我们呢就说佛法在恭敬中求啦，要谦虚一点，就说我们就是听闻佛法，我们不要自作聪明，就是祖师他们怎么走我们就跟着怎么走，这样就不会错了，这样不就比较不会迷路啦。自分と同じように自分の友達ぐらいに思ってたら大きな間違いだ。那么呢，七高祖呢，他们都不是普通的人物呢。如果我们用我们凡夫的概念认为他们也是普通人的话，那就是我们想错了。それはご親切から私の友達になってくださってる。私のとこまでこう来て、ちょっとこのくらい子供のとこでたら大人の子供のとこに行って。そういう友達になってくださってるけども、偉いお方がご親切から友達になってきてくださる。それをわしの友達やから何もかもここも一緒やと思ってたらダメです。那么老师说呢，因为末法时代的我们呢，这种就
就是说重业障很重啊，重习气很重啊。如果那个佛的再来人呢、啊，他们现出一副就是说高不可攀的形象给我们的话，我们会追不到他们的、啊。所以在这个末法时代，就是说很多这个大菩萨汉都是现这个凡夫相给我们看的、啊。那么，所以我们这个修这个本愿法门的人呢、啊，就说往往我们就说请不要用我们凡夫的眼来看，就说来度化我们的人呐、啊，就说把他们看得跟我们一样啊，啊，因为他是为了要度化我们，所以才现跟我们比较相近的像这样子。那么老师就说，像要度这样的小朋友啦、啊，你如果是站在大人的水平，你要来救他的话，他一定不睬你的。你要教导他，你就要站在跟他一样的水平，他才会心服口服啊。嗯。那么现在呢，8:25呢、啊，那么5分钟啊，让大家休息一下。明年出場に一緒に一緒に明年下のこと一緒に戻り深夜礼拜阿弥陀佛，口夜来参念南无阿弥陀佛。那意夜呢，意念名号呢，还是感谢阿弥陀佛呢。这个众生这个念佛心起的善业呢，是因为佛他成就了善业呢。成就什么样的善业呢？阿弥陀如来呢，他成就了生，他以因为阿弥陀佛他成就了生业的功德，是阿弥陀佛生业的功德呢，让我们众生呢看到阿弥陀佛的佛像有没有？我们就自然而然就起这个礼拜的心那么阿弥陀佛的口业功德呢？我们昨天有讲到那个众世纪第三个，我至成佛道。名声超十方，毕竟你所闻是不曾顿觉。这个名声古闻的誓愿，是这个口业的功成就呢，我们众生才会参悟出来。那么是佛的意业呢？佛心呢？它是什么样的心呢？它是泯念众生如一子的。因为佛对我们的心是这么样的悲切呢，所以我们凡夫才会很自然的呢，那个意念还会意念佛，感谢佛啊。所以善导大师他就说呢，彼此三业就是佛的三业跟念佛行者的三业呢，不相舍离呀。而这样的念佛呢，就是他力的念佛呢。那么如果你的念佛不是这样的念佛的话呢，就是以为我拜佛是我自己在拜阿弥陀佛。我念佛是我自己在念阿弥陀佛我意念佛是我自己在想阿弥陀佛，意念阿弥陀佛，你把它这里放一条线的话呢，那你就不是他力了，你就没有跟佛彼此三业不相舍，你从阿弥陀佛的这个本愿的世界里把自己拖到这个外面来了。那么像这样的人，你要靠这样自己的力量去阿弥陀佛的净土，那是不可能的。ですから皆さん大事にこの道場に来られても、ここに阿弥陀仏がおられなかったら拝まへんし、おられるから拝めるんです。そしたら阿弥陀様が立ってござるということが私守護して拝ましてくれているんです。だから阿弥陀様が立ってござるということがもはやご栄光なんです。那么老师就说呢，现在大家呢就是想自己开这个门进来，如果这里没有阿弥陀佛，供奉阿弥陀佛在这里的话，大家会在这里拜吗？不会的所以老师说呢，这个阿弥陀佛它的存在它就是一种回向的，它回向它的功德给我们，所以当我们看到阿弥陀佛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就会去拜佛，有没有？那么这个拜佛的力量来自于佛。だから自分は偉そうで賢そうで拝んでるのと違うんだ。もっと分かりやすく言うたら、この電灯の明かりですね。この明かり見ているのは誰が見ているかです。
皆さんの目でこの伝統を見ていると思いですかもしれんけど、実は伝統の光が目の中に入って、それでこれを見せとるんですよ。これが先で、これが元になって、この明かりが私の目の中に入ってくるから、この明かりがまた見えるんですよ。那么老师说呢，我们啊拜佛呢，并不是因为我们聪明啊才会拜佛啊，是因为佛是功德圆满的存在呢，所以我们才会来拜佛啊，是佛的功德力量所使然，我们才会拜佛呢。那么老师要再举一个平常的例子呢，就是说这个电灯啊，啊，这个是我在看电灯吗？啊，老师就问大家。就是说呢，一般的人会是以为我在看电灯，其实不是的，是灯光那个照明照到我们的眼睛，我们感受到才会感受到灯光啊。明かりがなかったら闇ばっかりですよ。明かりも見えないですよ。是灯的光让我们看到灯的光的啊，如果没有这个灯的光的话，就是一片黑暗的。だから阿弥陀仏が大きな明かりになってあそこに立っていることがあるから、阿弥陀仏そこにね、礼拝もし、お念仏もで、心もそこの方に向いていくんでしょう。これみんな阿弥陀仏の力です。所以老师就再三的强调呢，我们众生啊，你看我们就是来看到阿弥陀佛在那里，我们第一个先拜下去。然后第二南无阿弥陀佛，然后心中啊想阿弥陀佛，这个都是阿弥陀佛的力量啊，不是我们众生的力量。所以，自分が，賢くて阿弥陀佛を拝んでると思ってたら、これは大きな間違い。所以，如果以为啊拜佛是自己的力量在拜佛，是自己的力量在念佛的话呢，那个是不对的。だから今のあなた方。所以刚才您这样子您听明白吗？我感觉都哪里干我在忙听他。还有人有问题吗？到了阿弥陀佛那里去要做什么的，还有那里的地方是怎样的啊？浄土へ行ったら何をしますかと、浄土はどういう世界ですか。どんな世界と思われますか。那么呢、老师还没有回答之前、先请问大家心中的净土是什么样的地方呢？天のところに思われますか。是不是以为净土跟天国一样呢？差不多，他讲。不用做工，有的吃。そのまま
这供养。そうしたら、これは、ね、どういう世界になるかというと、
感受不到这样的法、这样的真理呢、这样的佛心呢，所以呢，才会有这个净土，应众生的机，我有现这个净土的。所以这个净土，它是佛为了要救度我们呢，他所方便示现的行呢，而这个用清经所讲的波吉是色，色即是空那个色的，就是行的。那么呢，虽然他这个阿弥陀经讲这个净土啊，好、啊，金银琉璃玻璃色金自尊玛瑙有没有？宝树宝林宝楼有没有？有这些行，有这些色的，但是呢，它呢，它的内涵呢，它的实质是什么呢？它呢，就是佛身啊，佛心啊，真理法这个呢，它是无色无形的呢，是空的世界的，所以呢，它是色即是空的世界。那么，因为我们众生看不到空的世界，感受不到呢，所以由这个真理的世界，由这个法的世界，由这个空的世界呢，他为了救济众生呢，所以呢，他从空呢出这个妙有，所以净土呢是妙有的世界呢。那么呢，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去净土呢？因为去净土呢，觉开悟之后呢，就是成佛之后呢，因为佛呢，他是自利利他圆满啊，到净土呢，开启佛的智慧之后呢，自然而然呢，你就说呢，会在趁愿而来啊，会做这个利他行。什么样的利他行呢？救济众生的啊。所以净土呢，它是一种活动态，它是一种活的，不是说大家不要以为净土啊，因为有人讲这个净土是极乐世界嘛，对吧？极乐世界，以为到净土就是去那里这个享乐，去那里睡觉睡大觉啊，不是的啊。如果说以为呢，就是说为了要这个享乐而去净土呢，那样的人上是去不了净土的啦。啊，所以呢，老师说呢，我们要明白呢，这个净土呢，它是呢，啊，救济众生的大活动态呢，这是我们首先要明白的地方。哎，没事。这个是我多啊，我就说这个苦心啊，难懂的。ラブばっかりやっててこれ極ラブとこう言うでしょ、はい、極ラブと言うでしょ。けど本当のお浄土は苦もなければ楽もないと、はい、苦しもなければ楽もない、はい、楽もないということは何かって言ったら仏様のお悟りの世界、悟りの世界ですから、真珠の世界ですから、法の世界だから、法の世界、真珠の世界に、どうやら楽なんていうのはないです。そして、この真珠の世界は、見えるものは、修行の苦しみだけです。苦悩の無常だけですから。だから、修行救済ということに、走り回る。だからお浄土行って一刻する暇ないんです。那么呢，这个老师说呢，我们到净土啊，我们不要以为说到净土就去在那里翘着二郎腿，在那里悠哉悠哉的，不是的啦。因为呢，这个净土啊，我们说是极乐世界，很多人以为净土是非常快乐的地方啊，所以才会把它想成是天国，其实是不是的。好，这个极乐是什么意思呢？表示这个净土它是无苦无乐的。好，为什么说它是无苦无乐呢？因为净土的实质呢，它是佛的觉证的世界。那么觉证的内容是什么？是真理，是法。真理法它是无苦乐的。那么呢，因为是真理呀、啊，所以呢它是智慧。到净土呢，成佛呢，证得佛的觉证呢，就是智慧啊。那么智慧是看什么呢？有智慧之后，你就会看到在，就是说在那里流转轮回的众生啊，受苦的众生啊。所以呢，当你自力得到圆满，就是开启了这个真理的觉证之后，自然而然呢，因为你佛自然让我们看到这个众生在那里的痛苦啊，所以呢，他会不就
就说呢，自然而然呢会出这个利他的这个救济众生的这个做这个活动出来的。所以呢，老师说到净土呢是没有就是是不会在那里休息的啦。啊，一到净土得到佛的智觉证之后呢，他又马上呢正面再来呢，啊，救济众生啊。だから同じように言ったら自分の、ね死んだ子供も自分のうちにおったあの猫が死んでも犬が死んでもそれをもうみんな自分の子供に見えるんだ。だからそしたらそういう自分の子供死んだ子供またもうちょっと前の生にも前の生にも自分の縁のあったそれがみんな自分我が子になってそれを捨てておかれるということで救いの大活動に走り回るんだ。老师说呢，这个佛的智慧啊，是啊，它有很不可思议的力量，是很，就说呢，当得到这个开启佛的智慧之后呢，你就会看到呢，自己这辈子呢，已经往生、已经死掉的孩子呢，跑到哪里去了？啊，自己的眷属啊、亲人啊，跑到哪里去了？而且不只是这辈子的，啊，无始以来生生世世、累劫累世的父母、兄弟姐妹呢，在哪里你都看得到，因为那个智慧啊开启的，啊，慧眼的。那么呢，就说一旦呢这个智慧开启呢，它呢就是一切众生呢如意子的。我就说一段了。自分の昔のお父さんもお母さんも子供もママもみんなどこに今何をしてるってことはみんな見えるから、はい、ところがみんなそこら自分前の世界へ苦しんどる。せやからそれを救いに助けに走り回るから、はい、今老师说ね、はい到净土的人，老师说到净土他会忙得不得了，他怎么会忙得不得了？因为呢，他智慧就是智慧圆满嘛，智慧圆满他就会看到呢，他的爸爸妈妈啦，自己的兄弟姐妹啦，跑到在哪里呀？他看到，所以当我们看到我们的那个亲人呐，还有家属呢，在那里受苦受难，你还有心情在净土里面翘着二郎腿睡大觉吗？没有办法。だから自分が浄土に行ってこの仏心の仏心仏心のこの世界を自分のものにしてもらうんだよね、はい、そうしたらもうあらゆるものが皆見えるから、はい、昔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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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昔まで皆見えるから、はい、そうするとそれを追い込むようにして助けに行く。だから忙しい忙しい。那么呢，我们到净土呢，哈，就是呢证得佛身，啊，证得佛心呢，取得佛的觉证呢，那么呢，佛的智慧呢，它是呢，就是说，不只是这辈子的，啊，我们过去是过去是过去是，就是无始以来，啊，就是累世累劫的呢。我们都看得到，都看得清清楚楚，自己是怎么来的，啊，怎么去的，自己的眷属跟自己有缘的人，啊，怎么来怎么去都看得一清二楚了。所以到净土呢，自然而然呢，当你看到的时候，这个智慧圆满一定是慈悲圆满。所以呢，你就是为了，就是到净土呢，成佛之后呢，你就是做展开这个啊救济众生的大活动了。だから昔殺した虫まで、みんな助けに行ってやらな。だからシャワーを礼拝せんべいする。これを幻想。那么呢，到净土呢，除了看到自己的就是累世累劫的父母啊、兄弟姐妹之外呢，好，在这个累世累劫里面被自己所插死的众生呐、啊。为自己而死的动物啦、猫啊、狗啊，啊，都会看得到，他们在哪里，自己都看得到。所以呢，这个
经书里面他就讲呢，三佛往来八千遍啊，就是在讲这个的。而这个三佛往来八千遍，也就是用别的话来讲，就是我们说的还向回向。これが一番楽しいそうです。三佛往来八千遍呢，就是做这个救济众生的这样的这个动作呢，对这个往生人来讲呢，跟他讲是无上之乐了。所以助人为乐，助人为快乐之本。好，我们这个世间法也有助人为快乐之本，有没有？所以呢，救度众生呢，是自己。だから安楽教にもあるけど、自分がお浄土に参ったら、自分が阿弥陀仏と一緒の一つの仏にしてもらう、そしたら仏にしてもらったら仏の仕事をせなかったら仏の値打ちはないなんだ。那么老师说呢，到净土是什么呢？到净土就是成佛嘛。好，跟阿弥陀佛正德，跟阿弥陀佛一样的觉证啊。那么你成佛，你就要做佛该做的事情，不然你成佛没有价值啊。那个佛陀给你提供的，那佛陀给你的事情，龙宫你させてもらう。それを大菩薩。大菩薩になってもう四方八方走り回る。那么呢？就是成佛了嘛，就是做佛该做的事情啊。而就是说呢，三佛往来八千遍，这个是什么呢？这是菩萨道，是菩萨行啊。その力をもらう場所は浄土なんだ。那么呢，这个菩萨道的力量要在哪里成就呢？在净土成就。だから浄土宗はこんな天国とは違うの。所以净土跟天国是不一样的。Yeah.